好啊，我是 Connie。 天主教開放日呢就邀請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豆腐花的做法。豆腐花的材料和做法其實都很簡單的，我們需要是2L的豆漿，1茶匙的熟石膏粉，3茶匙的粟粉，然後我們大概用4-5湯匙的水呢將這些粉是開過去的。另外豆腐花的糖水呢就是2片的片糖啦，咁如果你中意清啲啊，用冰糖都得嘅，咁大概都係8 oz咁上下咯。咁然後我哋入杯水，同埋如果你中意姜味或者辣嘅咧，就俾幾片姜落去，咁係煲滾佢就係豆腐花嘅糖水噶啦。這裡就是1茶匙的熟石膏粉，3茶匙的粟粉，我們就用水來開了那個開了那些粉，我們將它 mix 了，混它溶解了，放在那個你的豆腐花要放在個容器裏面，在等豆漿滾撞下去。豆漿呢我們就放在個煲那裡去煲滾它，要煲到它大滾然後才可以撞的。那些粉漿呢因為我們放了一陣子它會沉澱了的，所以我們臨撞之前呢就要將它mix 一下佢，等佢唔好沉澱咗，咁然後咧啲豆漿滾就撞落去啦。啲豆漿大滾嗰陣時咧，我就可以拎佢撞落去啦。好啦，我哋撞咗之後咧，就千祈唔好喐佢喎。咁樣等10-20分鐘咁上下啦，咁佢就會停噶啦。咁你千祈唔好去攪下佢啊，整下佢，咁撞完之後就由得佢喺度等10-20分鐘，咁你就可以打開嚟去食你嘅豆腐花噶啦。我哋預備一杯水，咁擺喺個煲度，然後就將2片嘅片糖。如果你喜歡可以放幾片薑下去，等糖浸到稍微溶了一點，你去煲滾它一滾，糖就很快會溶了，就是薑糖水我們吃豆腐花的時候用的。但如果你怕辣的你就可以不給薑，如果你喜歡薑的香味又可以給多幾片的，是隨意的。嗱，呢啲糖水咧，嗰啲片糖我大概浸10-20分鐘啦，咁佢而家開始睇到佢會溶咗啲嘅，咁你煲嗰陣時佢就好容易會溶到咯。如果你完整一片咧，佢就會比較難去溶。咁而家煲一滾咧，咁佢就好快脆溶好咧，咁就係薑糖水啦，食豆腐花嘅薑糖水啦。我最掛住就係喺幫手天主教開放日煮嘢食嗰日喺廚房裏邊啲氣氛咧，好開心嘅。咁誒好多幫手義工嚟一齊煮嘢食啦。咁係好得意嘅喎！我哋冇人唔夠人嗰時咧，突然間就好似天主揾個天使，突然間又走入嚟問我哋要唔要幫手啊？咁係雖然係好忙嘅，但係就好開心喺度煮嘢食。咁最令我感動咧就係夜晚黑食完嘢之後，佢哋一班年青人入嚟洗碗洗煲。整台擺滿曬嘢，咁你睇唔到個台面嘅，咁但係都知佢哋都洗好曬、洗乾淨曬，睇翻個台面嗰陣時嗰種開心興奮，同埋睇到佢哋嗰種熱誠，好辛苦喎。其實佢哋平時冇做咁多呢啲廚房嘢嘅，咁都成日講話佢哋喺天主教開放日洗10000嘅碗，可能多過佢屋企洗1年嘅碗。咁佢哋都肯咁樣出嚟做，身水身汗，頭髮都尾嘢都有汗水喺度，但係好開心嘅，好感動見到佢哋係咁肯落力，好出力係服務天主，係福傳將天主嘅信息係傳開去。